新圣教义经大学第25届所有贤士同修，请大家合掌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长生，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尊圣鬼谷子，今有尊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第25届所有贤士同修，今天4月25日，我们在台中道场上课。转播出去到全国各地道场教室。后天就是天上圣母的圣诞日，也是本维新圣教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护国徐斋水陆大法会，在仙佛寺深潭，我们每年都请上明下定大和尚帮忙敦请佛教界高僧戒斗85位帮忙来圆满，圆满各位同修，你们所诵的经，无论多，无论少，无论你们回向给列祖列宗诸祖灵，或是回向给冤亲债主，回向给地基主。回向这三界万年，都是我们还是要以宗教的法仪深谈香花情香花营斋串供养，然后将各位你们所诵的经全部在水陆法会圆满第7天送圣上显送驾灵归极乐净土然后呢将这个你们所诵的经的功德一起交值，在今年王禅老祖师尊开示我们要将呢每一位奉化给列祖列宗或是冤亲债主的金银财帛以最后一天与法传还有各位所送的经文的文书一起来奉化奉送灵归净土各自成就所以你们还没诵经的现在诵也来不及了
但是两步三步还也可以啊，有多少就多少，我们都主灵啊，就没有计较你们有多少，当然是最多最好，越多越好啊。我们过去啊十几年来每年的水陆法会啊，我们都有将近有七八百万部的经宝来回向给双法界三界万灵，回向给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回向给3762次大小战争啊，汪祖军民诸怨灵，还有双法界三界万灵，以及烟灰转动啊，诸灵，皆得来时机去时宝以外，啊，皆能够领受我们所诵的经的功德天，啊，一并回向。所以，啊，我们每年每到水陆法会快到了，啊，大家都很忙，事务部的工作同仁，啊，都很忙。啊，忙着你们所报的名，啊，他们要急着要登上年位，我们也不能疏忽，一个字一个字，啊，都不要有所差错，啊，所以，啊，好多同修呢，参加义工，到宣佛寺才说，哎呦，水陆法会，原来法会。看没有什么啊，原来有这么多这么多的琐碎事情啊，因为我们不能像一般的寺庙，他们师父修得很好啊，可以轻轻猜猜，但是本教我本人没修得还不好啊，所以我带着大家一起努力来修，把事情做好，这是我们的目的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要理解啊。今天晚上啊，本来照往年呢啊，我们就停止上课了。我说不能上，不能停止啊，不能停止的原因啊，因为啊，法会归法会啊，学道归学道啊，所以今天晚上。我要为各位来讲解风水学。风水学啊，择地而居，择地而居啊。哦，这个择地而居呢，这个学问很大啊。你要到哪里去闯业，要居住，要定居，你一定要懂得风水学，一定要懂得用意。否则的话，啊，你的烦恼以后没完没了。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他呢，啊，很喜欢，啊，去哪里去居住，啊，他看到那里还不错，啊，我跟他占卦，用一占卦，结果应爻来克四爻。我说你不要去啦，啊，应爻就是当地，啊，应爻克四爻，啊，应爻为啊当地四爻。为我啊，结果卦占出来啊，那么应爻啊，就是结果是山水门啊，应爻为。父母为乙木，
客四遥。我跟他说你不要去啦，你去到那边会被欺负呢。你说别啦，那里人都很好啊。结果他就搬去了啊，第三天就被欺负了啊，所以闹很大。这集是什么？择地而居，择吉地而居，大家有缘啊，择的硬要来克四爻了，那就没有缘，就不要勉强。祝福各位。各位唯心贤士，各位方善之士，本唯心圣教易经大学所传给各位的都是趋吉避凶，吉的你就去，凶的你就不要勉强。刚才这位信徒师兄呢啊，搬到那个地方去的啊，被欺负了啊，白天啊，那出门人家看到就讨厌啊，若是他们不在家，门都被敲开，吼，这是很恐怖的事情啊。所以他这又来问我了，说师父啊，我能不能在那边住啊？我都开始就告诉你不能在那边住，没有缘，无缘，哦，山水蒙虚云木啊土啊，硬要来克四爻，山水蒙卦。啊，硬克四爻，硬爻克的，他克我，是他，是我，在他克我，就是无缘。我告诉他很清楚，他问了，若是继续再住下去会怎么样？那时候刚好四月份。我说你深夜七月份冲起来就能来更严重啊，他就到七月份了啊，这段时间呢他都不敢忍，尤其到七月份就不敢住啊，就外出去了，嘿嘿嘿。所以说哎呦，还只剩两天而已啊，那就回家好了啦啊，没有关系，应该不会吧。回来刚好两个人啊，地方的好兄弟 啊在他的门口在那边等他啊，等到他回来了还是一拳打过去哦，所以他就非常伤心了，真的地方，这个地方没有我的缘吗？啊，又来仙佛寺找我，我说不要住了，你会命会没有啦，确实没有缘啦，你的前生啊，在这与人结恶缘啊，这些人呢，现在他们就搬到那个地方来了啊，搬到你想要住的地方啊，所以就你结了恶缘，就因果律嘛，所以他很伤心的才搬走了。等他要搬走
啊，那个车链呐、啊，啊，地方的那一些不良少年呢、啊，也来把他车链的风啊闹掉呀。你看这个的结的冤有多大啊！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择地而居。啊，选择好的地方你来躲，啊，大家会结好缘。啊，应爻来克四爻，你要凡事皆占，凡事要用意。应爻克四爻，无言，啊，会有灾祸。应爻和四爻相刑，摩擦的机会特别多。应爻来生四爻，表示你有过去生的善女缘。哦，这一点呢，啊，我们大家学易经，我才鼓励，各界呢，啊，大家学易经嘛，啊，学了易经是你保护自己呀、啊，啊，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这是呢，啊，我们以现代。啊，最好的法门，王禅老祖所传的，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呐、啊。啊，若是你搬到要搬到那里好不好？第一，啊，应爻克四爻。凶，应爻生四爻吉，啊，第三应爻四爻，比合吉。第四，应爻，四爻相刑，凶，会有反目。啊，第五呢，四爻，应爻，六冲。凶，学易经很简单，这五个原则你要记清楚。这个叫择地而居，而居，好好好，所以。啊，学同学啊，我们易经是很简单，但是你要用的对，要学的对，不是说哎呀，我有在学易经啊，你就把它跨到那阿公耶。我告诉你，啊，易经文学易经，学院派易经，对你当下性的决定。没有帮助，所以本维新政教易经大学所传的易经心法，百千万劫今重现啊！祝福各位。政教易经大学第25届贤士同修，你们正式进入正习班是第一年而已，啊，你们接下来呢还有3年就是孝心贤士，啊，孝心贤士呢，
已经非常重要的国位。曾经有一位先生，他跟我来辩论，他说：“师父啊，你的法门是大孝法门。”我不以为然呢。我说：“你不以为然，我讲给你听好了。像你现在莫名转倒灰，而你的爸爸妈妈是不是烦恼得不得了？这就是不孝啊！”师父，我也不知道我的投资更投资更了，连我爸爸的退休金也被我了光了。你这次做就不孝，你爸爸有没有烦恼？哎呀，爸爸妈妈烦恼的不得了。这就是你学易经是大孝法门呢。好，接下来我告诉他说，我们学易经是学古人的圣古圣先贤的智慧，用在现在性当下性。所以这位先生呢，他说：“师父啊，我懂了，原来你唯心圣教易经大学的孝道范围就这么广哦。这个很简单的嘛，没广啊。”又有一次，一位信徒啊，他来县佛寺问事，他口口声声说他很孝顺，孝顺他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都很孝顺。我说：“你孝到哪里去了？你现在今天带孩子来，我要开智慧啊，这个孩子你怎么教的啊？弄成孩子啊头脑有问题，你这就不孝哎，你敢说孝啊？”所以这位先生信徒啊，他也很谦虚的说：“哦，这样讲我真的不孝。那么请问师父，我怎么样才能做到孝？你现在的孝对囝就有好的啦，孝子嘛，孝子孝子，孝子孝子嘛，对囝就有好的啊，对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啊，这一个孝呢你就有问题了啦。”他的儿子呢刚好坐在我前面，叔公，我爸爸哦给我吃的都吃得很好啦，我爸爸妈妈呢阿公阿嬷呢要吃的弄青菜啦。哦，猫呢给你干不到个猫呢，你说什么？我告诉你，这个不孝啊，你的对象用完呢，他告诉你怕怕到都怕大了啦。我接下来我要就把他注意了。我说孩子的命卦，我看孩子用易经的命卦算看看查看看。那这孩子呢？他是未年生啊，地风生，地风生卦丑亥酉
嗨，有动在五爻，戌土啊，这个财爻、父母爻，动化回合后，啊，这个孩子未年四爻岁破。这个也是岁破啊，五爻之首部头动化回头客，所以这孩子呢智慧不开。我说你对这个孩子要求希望他读好书啊，他都读不好，算是啊，所以我很气啊。啊，这囝是你个生啊，你个拐呢什么用？啊，那时候呢，他儿子呢，叔公，谢谢你，今天你帮我平反。哦，我爸爸一直说我不好，现在才了解，原来不是我不好，是我爸爸妈妈把我生错时间了。啊，那我没有啦，你哈、哦、书尽量读，以后呢去学习做生意，跟人家做生意你好人请。啊，他读国中毕业之后，高中不读了，他就直接去做学徒。啊，做学徒呢，啊，做的也不错啊，搓土，做面包的，面包类的，啊，伊嘛去，干了做五面包，后来做的不错，这个择地而栖呀、啊，择地而居，择善而固执，所以我们学到。啊，我们的原则，啊，这是有一个程序。开始我们要学道，啊，学道，然后要修道，啊，然后悟道，啊，悟道，悟道之后正道、行道和弘道，啊，修道容易，悟道难。啊，学修道容易悟道难，悟道容易正道难，正道容易行道难，行道容易弘道难。所以大家要学易经，在全省各地我都在开课，要大家来学易经。啊，大家学易经，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这即是择地而居啊的不二法门啊。祝福各位。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诸士，本唯心圣教的法门就是趋吉避凶。曾经有一位信徒啊，他很不以为然的到宣佛寺来，要跟我挑战，责备我说你教的易经啊，听了好多次啊，啊，都是好的，你学都是你们的，坏的啊就把它不属于你们的。然后我告诉你，你的想法很正确很好，但是你要了解，
像你现在啊的每一个投资，每一个都失败，每一个的钱掉下去都扑通扑通掉下水啊，那样到底你是慈悲或是不慈悲？哦，这位先生呢都很生气的，老师你评评理，我们的朋友不拿投资了啊，都是啊一去不回。我说就是趋吉避凶啊，不是你所想的那样。哎呀，很慈悲哦，很慈悲哦啊。所以啊，他又问我问你问题，奇怪了啊，你所告诉我们的啊，这不好了，这是不好啊。我的师父告诉我说都很好，结果我做下去投资下去全部都落跑。那你想一想哪一个才对啊？那当然的，闹得不好那就对了啦，你要跟我学一间好了啦。哦，那他才说好，我要跟你学一间。到现在十八年了，我一直看都看不到那一位。啊，所以我们学易经啊，这学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再帮助他人，这是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我们的独特的强项。所以老祖师尊开示啊，我们没有失败的本钱啊，我们一旦失败了，你要再爬回来是百年身，被你拖下去的人一大堆。我又跟请示老祖说，老祖那有的都已经拖下去了怎么办？现在开始学，不要再被拖下去了，就是功德了啦。所以我才很努力的开课啊，很认真的将这个法门来以现代语言啊来传给各位了解。所以我们易经有学院派，汉实用派，文法文啊，实验派一般啊，这学院派啊，这个一论论到三四千年前，到现在来还是用不上。那么你要实用派，当下性，可为不可为，可行不可行，了了分明啊。所以我们实用派的就是当下性，当下性马上吉凶了了分明啊。所以当下性有八万四千个法门，当下性有24亿6400个局的智慧，当下性啊，不是只有64卦、384爻在那边变化而已啊！啊，各位同学要理解，你们书你们要多看啊，不要以为说
哎呀，师父，你看一下两波上，事实上这一些法门都是我们当下性啊，犹如啊，我们啊有同修要买地，买屋宅，第二是封地官，官卦。好，官卦呢？位图，这相形。我知道你这一块，这个的宅舍要去买，买不成。那师傅，我钱也都缴了呢。怎么会买不成？怎么可以不可以不成？哎，我说卦站起来，封地官，房子很好看。啊，注意，一屋，两卖。一屋两卖相形，阿姨怎么相信呢？几度高三分之二啊！啊，我刚就去看那一种房子，看里面要怎么装潢。凑巧，也另外有一个人带了装潢到里面去量。奇怪，而且一问结果嘞，这一屋两卖。啊，这个卦清清楚楚。啊，所以他们就开始起官司啊，来告诉我说，你们只有用告到法院做裁决是。啊，所以这位信徒啊，他就啊告到法院，到法院希望法官评评理。我说你。到最后会不会赢呢？还不晓得，你就拖吧。结果一拖就四年。相形嘛，凶形，形就有官司啊。所以我们用一张卦，你要懂得易经的用法，否则的话，你会误人，也会伤了自己。啊，这个即是。大家学易经，啊，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呐，啊，所以希望各位把易经好好，啊，多看多读多修多用，你就能够趋吉避凶啊！祝福各位。各位维新弟子同修们，好，用玉立人天。我们在维新电视台每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啊的晚上，我们都有用玉立人天啊，有我们很多啊的法师。啊，在为各位正道，从学道、修道、悟道、正道，然后弘道，毫不保留的讲出来给各位，这个是课题课程哎，所以希望啊，各位同修，你们有时间这个节目要多看，啊，你看在那边真的要2020选总统，对你们是一种吉或是凶呢？啊，我们可以
来用意，来先张开看，啊，你就可以了了分明。那么，啊，我们要做任何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先沾，先用意，不要等到事情发生了，烦恼来了，再来用意都没有用，与事无补啊！啊，这一点我在这里很强调的。啊，下一节呢，我也请圆义法师，是我第一届的班长，台中道场的住持法师。啊，他的正道特别的多，很用心。啊，他呢，啊，对于用意之吉凶呢，每个礼拜二、礼拜五接受问世，很多都是实例。啊，所以啊，下一节我也请他来为各位啊来上课。啊，至于呢，我们学易，易卦出来了，你择地而居，啊，卦出来了，若是兼爻有动，兼爻，啊，这是有外来的生克，啊的。啊，或是阻碍，或是贵人，很重要。比如说，回火，火雷四后，好的四位四后，啊，应爻，寅。啊，又为其四爻，中间有动爻，有金一动，有的是一动就来克你，有的动来克他。哦，这个是中间的人，人是一动摇出来，你不要高兴哎，以为这个动了对你很好啊，所以很多社会上在选举也是，哦，替你抬轿，结果呢，吃里扒外的会很多。在兼爻叮当，啊，这兼爻兼爻，这是六爻之四应内爻，比如。水雷屯银心是主四爻的子孙，若是啊第四爻叮当，这个叫做兼爻，兼爻动克四爻，克我啊，所以卦你看到有兼爻一动克四爻，一定要小心，一定要有握力环。啊，兼爻动来克应爻，你所决定的事情一定有第三因素
啊，让你事情做不成。哦，所以我一直鼓励大家要念经，念经，念经，再念经。啊，这是解冤释结，化解冤仇。啊，所以有的人说奇怪，师父我每次占卦都有问题，怎么这样？因为你平时没有修行，没有修行呢，啊，难免呐、啊，啊，你所做的事情，啊，中途会有变化万千，所以尖摇一动。或者旁摇一动，旁边的摇，啊，这个旁摇一动，就是变化万千，吉则吉，凶则凶。像这个水雷屯，出摇止水，若是动了，止水动来生四摇，来相生，啊，若是有。行事柱六爻一动，也是来相生，啊，就是有贵人，所以我们的贵人不管是拢在幸福边。所以各位同修，用意你们要把易经读得好，啊，你家没走冤枉路，啊，这样不会受到。大家相互伤感情，啊，所以今天告诉各位择地而居，你就是要用意，你不会用意的话，啊，你要择吉地而居，哎，可能就很困难，啊，只有碰碰运气，十碰九败，啊，这是过去我正道行道。弘道的结果啊，啊，那今天这一节就告诉到这里为止，下一节我们就请圆义法师啊来为各位上课，祝福各位，阿弥陀佛。